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Av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欢迎哦！继上一次我们的那个录影的影片啊，下面的留言回响都不错。因为我们因应这个频道啊，我们想要更多元化一点，所以我们就会尝试不同的题材去拍摄。所以咧，老板就说他好像有点兴趣，想要车速把那个 Town S 改成露营车，说不定我们之后就可以媒体部，然后一起去参加露营。哎，我感觉好像还不错哎。那我们今天来到2024的 Viva 国际露营展，很多人哎，今天礼拜五平日，然后还下雨，我觉得这个活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大家的热情都还蛮大的。那我们就带大家去逛逛吧，走 ，Go。我的最爱的箱子，它这个超好用的，而且好看，然后收纳也好。然后有人问到我那个箱子的那个轨道啊，是在哪里买的？那个是在虾皮买，你打索尔轨道就有了。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拼接成，它可以变桌子。对，它可以扩展成桌子，然后中间就可以是一个 IGT 的单位桌啊，你可以自己拼，有点像拼图这样，你可以拼凑，中间就可以放那个瓦斯炉啊，或是沥水篮，还蛮实用的，推荐给大家。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IGT 的桌子，它就是很多变啦，看你想怎么想要设计就可以。而且它这种东西重量都蛮轻的，像传统的那种露营的桌子啊，都很体积很大，然后很重，载的很不方便。就可以弄成一箱。对，它就一箱这样。就是把它收纳进去，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再把它展开。对，这个都可以放到所有箱里面。哦，超方便。怎么这么方便？我怎么很像那个所有箱的业配的人？没有，没有业配啊，有业配也可以找我。欸，我刚才看到个卡崩灯杆，哎，这露营也是追求轻量化吗？震撼些。我跟你讲，露营就是要这种轻量化的东西，不然你搬那种很重的东西，真的是很麻烦自己的。帮我介绍一下，是，它就这样快折，很快速。哦，这很方便呢。对，然后我们第二代有做了桌板可以替换，算换这种吗？对，这拉丝的，后续会做亚克力的，它可以导光，我们会预留一个孔，可以那种放灯，放这种灯，对对对 ，GoLio 灯，然后光就会整片都会亮。我们每年会出不一样的桌板，让你就买一组之后，你可以去做桌板替换。对，然后我们还有设计就是，你这边桌面放满的东西，里面是收纳袋嘛，对，然后你要把它拿东西，你就从这边拿。你就不用把桌面清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配件，就是蜘蛛炉，可以放一个蜘蛛炉砍在里面，然后你要用煮个水或什么的煮完，然后拿掉收起来，看就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就平面化了。对啊，很棒。那它是有收纳袋的吗？有，它有附一个收纳袋，然后这个灯杆碳纤维灯杆，然后它也是做高低可调。那像它这种是可以锁灯架吗？用假的，这是最早期的样本。这个吗？我们这边都有预留孔位，可以让你锁。变化很多。我们有预留两个孔位，可以让你去锁灯架，还有或者是锁我们家自己的层板。层板，对。不会说第一代商品最早期的都不能用新的。然后这张桌子两段高低可调，这一张是矮的模式。然后椅子也是，这是矮的模式，这是高的模式。好，哎，有兴趣这种淡素风格的、啊，可以来 Angle 去看看。然后很谢谢服务人员啊，帮我们介绍一下，很热心，很赞。这个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啊，从几年前啊，他们推出这种型号就非常受欢迎。然后它下面做防风的，像那种传统的卡斯炉啊，你的风就会从那边灌进去，你的火就熄灭。那它这个就是标榜是不会断火的。然后另外一种是这种的，它是折叠进去，然后拆出来，那边很小。对，它收起来就走这样，就一个长方体。然后像这种的就是最轻最方便的蜘蛛炉，适合登山夜营的。我刚才讲的嘛，有分两个 size。大的这边是小的，小的就瓦数低一点。好，这个摊位岩谷啊，做很多这种厨具嘛，餐具类的东西。遇到我们之前的干爹科牌这个行动电源啊，有时候像你车路啊，或是你是去野营，你就非常需要这种，它是你的好伙伴，因为没有电可以插嘛。你又不可能把车子熄火，然后一直在吃车上的电，这样你没办法下山啊，你早上起来发不动，所以你必须要这种携带型的大容量的。这个是充电板吗？对对对，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太阳能的话，在野外如果假设说像我们这个大风没电了，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太阳能板来直接帮这个充电，它就可以用太阳能板去再去回充给它，然后我们再用它的电，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循环。
我们来到一个相对于我是比较一个不熟悉的牌子。那刚才听说了，这是一个年轻老板啊，他自己自创的一个牌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他的设计都非常的简约，然后无印风格的那种，干干净净的。是你喜欢的风格？对，我喜欢的那种风格。光是延长线，他都做了这么多种。那这种的好处是什么？知道吗？他不用再用那个转接的吗？对，他不用用豆腐头。豆腐头你插的会卡住嘛？你不能插两个，所以你这种线的直接插下去。省空间，我一次可以一柜式，然后冰箱啊，刚才也听说他们冰箱很厉害耶，这种比较像钓鱼冰箱，密封性感觉会更好，更保冰的那种，然后它是这样扣起来。喜欢他们的牌子啊，或是想要看更多他们的产品，可以到他们的 IG 去选购。看到一个，还有超好看的箱子，它做的很极简耶，这种风格我就很喜欢。然后你平常没有露营，你放在卧室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生活美学嘛，也可以收纳。来到了一个相对熟悉的一个牌子啊，它是露营店，叫做爱上露营。它里面有卖很多露营的用品，然后很多牌子，这种银锤拿起来很有扎实感，而且很好握。打钉的锤子啊，我还是建议买这种是专门是打钉的银锤，因为它这种可以拔钉。如果你是用那种一般的锤子，那种我比较不推荐，因为那种很麻烦，对，而且不好锤。折叠刀，它是比较偏向于菜刀形式的，才850，便宜。哎，这是砍柴的、啊，应该是煮菜的，而且主厨折刀嘛。啊，这种折叠，我一开始用我会怕，我怕它那个我在切的时候啪砍到。但是它这种它都有做保护机制，是很坚固的一个铁片，你要把它搬开它才可以。像这种菜刀也是这种折叠的，也很方便。怎么讲？你带那种一整支的那个刀啊，其实也很麻烦，然后没有保护套的话也危险。折叠刀相对方便，然后安全。然后这种我也很推啦，蜘蛛炉，然后挂一个平台，让这个炉具啊更加的稳定。因为蜘蛛炉相对轻，但是它没有很稳。那你加了一个桌子上去，它就会变比较稳一点，就比较不怕被风吹这样。对，或是吹倒，或是地面路面不平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倒。然后你这个旁边也可以，就是像你在煮咖啡啊，吃早餐，你就可以在那边煮东西，煮咖啡，杯子放这边，很方便。然后也很轻啊，也是折叠的。如果有用蜘蛛炉野营那种登山很适合啊。爬百岳那种很适合，而且你不放蜘蛛也可以变一个桌子。然后这个就是，有人问到我露营要怎么避免蚊虫啊？像我自己，我都是用物理性的防蚊，穿长袖、长裤，不然就是喷那个防蚊液。对，然后再来就是点那个蚊香，它就是勾在这边，就不怕没有地方放，因为你放在地上很容易洗掉，或是放在石头上很容易掉。买这种专门的架子比较方便。咻。现在来到这个 Azem Outdoor， 它其实在网络上曝光率蛮多的，它是卖一些野外 outdoor 风格的小家电，然后它这种电子的陶瓷暖炉啊，上次在露营的时候救了我一命，我上次在那个快冷死了，上次有带这种东西，我带这个，同一组，同一个，还好有它救了我。重点是他们家东西也不贵，你看他都做一些家电，然后这个也是放在桌上的那种暖炉，好吃的。对，然后再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要在帐篷里面啊，你要用暖气的话，你不能用那种会产生一氧化碳的，很危险，那非常危险，因为你在帐篷里面是不通风的，然后你用那种一氧化碳，你会中毒，请用这种电子式的陶瓷。啊，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露营车需要什么设备啊？哇，这拉出来就是洗手台，它下面应该是有水箱跟马达，然后瓦斯炉，然后这个也很需要啊，因为如果你是车子起火的状态，你关窗户，然后有这种纱网，不然蚊虫会跑进去。这太豪华了吧！哇塞，这很爽哎，这感觉不用租房子哎，去那种河滨公园，然后开这种车去住就好了，不用付那个房租费。移动式套房，而且它里面还有烤箱哎，我有看错吗？然后还有煮饭的器具，它冷气是内砍式的。睡觉吗？浴室哎，还有这种升降桌啊，拉上来是吃饭嘛，压下去睡觉嘛，还有冰箱、马桶，我觉得马桶太屌了。哎呦，看。这帐篷很大哎，这可以睡几个人啊？大概2到4吧，它是单开的，单开是最后一个帐吗？对，这种方便啊，这种就是高度够，像大家也很喜欢客厅帐嘛，就是因为它空间大，然后高度够，住起来比较舒适一点。这个应该睡到帐啊，它这个开法很多哦，你
可以侧开，然后也可以像前面单开就好。然后睡觉的地方就是这边，五人帐差不多睡四个人。上什么一房一厅吗？对，我之前有一个八人帐，八人帐形式就有点像这一种，那个很大，可以睡八个人。曾经有一次十个人还十二个人去露营，然后忘记带一个帐篷，所以我们十二个人挤在那八人帐里面睡觉，忘记带帐篷就是我。摊位置好像也可以改个侧边帐，就是让老板就可以睡里面嘛，外面这边搭出来，他也不用在那边搭帐篷啦，他直接伸出来，架子架好 ，OK， 搞定，然后摆个桌子，对，然后就可以看其他人在那边搭帐篷。哎，我们车展有介绍到，车展介绍的那个吗？我记得是深化公司做的，对这个车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们车展那一集，里面有讲到推波车。Ultra Dash S 三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我们来到一个很熟悉但是又不太熟悉的一个牌子，三 D 是做那个汽车脚踏垫啊，非常知名，他们现在有做露营的系列，那我们请。我叫 Erica， 那今天的话想要说先带两位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今年的最新的产品拱形车边帐。它的最主要的重点在于它本身是采用模组化的设计，换句话说就是你今天这个东西不只是可以做车边帐，一旦你今天再加购其他的装备，你就可以不断的延伸你在户外的一些场景的使用。好，那你现在目前看到这个就是单纯车边帐的使用，它主要就是架在车子旁边。那当今天呢你在加购我们其他的包括像外帐跟内帐、然后我们甚至是露营的地方可能车子没办法进去的话、你也可以把车子移开，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帐篷，那你就可以有包括像是一个小客厅的空间跟一个睡觉的空间。好，我们来看一下，空间高度也很够，最喜欢就是很高的帐篷了，因为我不用弯着腰在那边走，然后里面空间也蛮大的哦，应该可以睡到四个人。后面的这个可收折的行李盘，其实在市面上也是我们的专利发明，它不只是一个可以当做栏体来做使用，当你今天遇到限高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平整化，那就可以解决你在车库啊或是睡到限高的问题。对，然后这个是它爬轮胎的梯子。对，这个就是多功能的轮胎梯架，因为像我们现在车内的空间可能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需要把装备往车顶上延伸。那一般的人可能说，那我就踩在车子旁边就好啊。但那个护条其实高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而且你的也危险。对，也危险不稳定。那你就可以透过像这样一个轮胎梯架的方式，不管是用 A 字梯也好，或者是直接架在轮胎上面，它都可以多功能的变化来使用。这边有展示，因为像一般没有这个梯子，你踩轮梯你不好去拿东西。如果你脚是湿的，轮胎湿的滑倒，你这个是很非常危险的东西。那这种就是可以应用各种车型，我可以踩看看吗？可以啊。好，可以耶，非常稳哎。然后就在这边拿车顶这样的东西，然后收起来就是这样折起来就好了，非常的快速方便。你看那还远远那台 Defender， 我们搭过去还超帅，那是我的 Dream Car， 超帅。然后旁边这个是 Jimmy 咖啡，这个其实蛮有名的，在这种餐车啊市集，其实都蛮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把 Jimmy 改造成一个卖咖啡的。然后旁边还有那个 Tomica 的贴纸，超可爱。然后他窗户他也把它改成那种可以打开，然后板子收下来。那边还有一台。哎，好俏哦，在这边。哇，你看它的轮圈，好帅哦。这可以照镜子。这边好像就是市集，对不对？卖那种小东西的。哎呦，瑞斯，哪里？那边啊。小时间没有来。哎，你好。对，你好，你好。小时间没有来。昨天有看到你影片。哦，真的假的？哎呦，被认出来了。你有拍到？后面卡掉了。怎么那么帅啊，阿哲？怎么办？你是不是对瑞斯好像有点 feel 吗？有点 feel 哎。这科皮会喜欢吗？1280哦。对啊，这比他的还老，老到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对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 Wagon 哎，很长哎。对，我好像很少看到那种头的 Wagon。这边一至两台。哇，福斯最多啦，老福斯最多啦。对啊，它还有那个，你看它的前面车窗，还有用个遮阳帽嘛。对，好可爱。迪士尼限定哎。迪士尼限定头灯，这个正方形，然后有棱有角的那种车，又赞啊 ，man 到爆。很粗犷哎，它直接没有油箱盖，直接是在外露的。你看后面就很像军事运兵车，好帅，好帅。
哎、欸，等一下，你手上多了什么东西？哦，我刚才啤酒，忍不住看到那个生啤的餐车，买了一个还大杯的。哎呦，我看到一个超美的焚火台，哇，哎、欸，这透明的，超美。你这样在里面烧火的时候，你可以看哦，对，露营就是除了吃，还有就是看火。天气冷的时候，你就一直坐在旁边，可以取暖，然后可以看火，然后发呆，然后抬头一看，全部都星星，不然就是下雨。还有，你好，你们是卖什么的、啊？还有一些露营的生活周边，这是我们的餐包吗？即食品哦，这种好啊，可以吗？辣吗？我可以吃。那给你辣咖，我们也有频道哦。你们好，没问题。频道名叫什么？小海怪的野行频道。小海怪的野行频道这边。对，我来吃看看。这种即食品在露营超方便，隔水加热就可以吃了。好，我们这个是隔水加热的。方便，要不要吃看辣咖？很好吃哎、欸。微辣咖喱鸡好好吃哦，我还没吃到他们最招牌的瓜子肉，哎，很好吃哎、欸，大家如果有兴趣有在露营的，可以去看他们的东西，真的很好吃。台中有实体店哦，真的吗？在哪？在西屯区安和路。店名叫什么？海怪野行。就叫海怪野行，有兴趣的可以去那边参观。感谢，哎，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好，我们继续逛。银钉也要买好的哦，你买那种便宜的、啊，它打下去遇到石头或是比较硬的土会。直接歪掉，所以你要买比较粗壮的，坚固一点的。嗯，像这种就很粗啊，它的刚性也比较好，打下去比较不会弯掉。然后银锤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上面好像有老鹰的嘴巴，对不对？那个嘴巴就是去拔钉子，钉子钉下去了，然后你就是这样勾起来，这样拔，你就很好施力，很好拔。哦，对，真的。以前啊，我刚录影的时候就是用五金行的那种锤子，那我那个是拔钉拔到疯掉，那种是变成要拉着绳子去拔。哎、欸，我觉得好好玩哦，这个展，因为我对露营有兴趣，所以觉得很好玩，蛮不错的啊，很酷哎，就是很多特别的东西、哦。对，而且露营还有个重点，就是大家要比装备哦，赛装备。我觉得这个是装备竞赛哦，大家都要比，大家谁带的装备好，我觉得很好笑。是不是有人在问我帐篷是用什么牌子？我就是用这个牌子 ，Zen Arts， 而且它的东西都我觉得品质蛮好，又好看。哎、欸，你们是？日本的品牌吗？真的是日本的嘛，所以他们品质都做得非常棒，价格也不贵。什么好像是那个阿伦代理的牌子，就上次跟我们买车，日本的阿伦、去年他也有来参展，然后他是自己站摊位。等一下来介绍一下那个行军床跟充气床，我都睡过。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充气床，充气感觉稍微软一点嘛。对，比较软。然后我之前睡的那个行军床，它是一般的 size， 所以我不好翻身，而且我觉得很硬。然后也要架高或是铺那个地垫，我觉得舒适度没有充气床那么好啦。对，但是相对的方便，你打开你就可以睡了。就像这种，它没有架高就是这么低。那我个人的习惯，我不喜欢离地面直接接触，所以要么就架高。要么就是下面铺一个防水垫，也防止一些蚊虫跳到你身上。那这个应该就是机车露营那种，就是小小的，对 ，solo camping。你拍一下阿伦，他现在也在拍摄中，我们就不去打扰了。哇，全部都是 IGT 啊，地狱试试。像我这个梭尔箱啊，他有做他那个层板小便桌，你可以再往那边延伸，变九十度的，或是这边应该75度吧，还不错。然后有这个，你可以保护你的箱子。不会直接触碰到地面，所以基本上买这种桌子都要买这种可以组合起来的。我个人的喜好是这样啦，对啊，因为我觉得你都买了，那你当然就是好好的善用它嘛，然后让它发挥到最大一个效益。放炉子，然后这边可以放小东西，料理罐或是餐具、餐盘什么的，非常的方便。我有在看他们家的东西啊，但我现在还没有入手，所以如果有入手的话，我再跟大家介绍。哇，我很想住看看这种球鞋，这种帐 好大哦，这种还没住过。可是我看这种都是睡行军床比较多，它这种没有内帐，所以它就是睡行军床，这边放桌子之类的。耶、yeah, ，终于看到车速的东西了。像如果不想睡在车里啦，也可以选择这种车顶帐，它就是平常是压起来的。对，然后如果你要的话，你就把它打开，它就升起来，然后里面可以睡两个人、三个人左右。说直接到二楼吗？对，直接排到二楼，它旁边有那个更衣室。你看，它就拉一个270吗的车边帐，它是这样的，它是车子本来是这样嘛，它就是这样打开。啊、哦，它是旋转的，旋转的，对对对，然后到这边下那个杆子，这边也可以煮饭啊。我在这边卡式炉也可以直接煮饭。可是这车子啊，不是每台车都
哦，对了啦，以这个海力士来说啦，它这边就可以煮饭。那要怎么上去那个楼上？像这种梯子，它就可以爬上去了。然后梯子也是伸缩的，你再把它拉下来以后固定好，爬上去就可以睡觉。这一次啊，展览我们看到很多新的产品，然后也有很多优惠，就是展场特别有的优惠。所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这边参观。可能也是明年了啦，因为今年我们上片时间应该也过了，因为它展期只有三天而已，就是第四届嘛。对，目前是第四届，所以你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五届有这种录影展，然后你有在录影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看一下，真的很多东西耶，超多的，什么都有啊，然后你就可以看，也可以试做试用，很多都是我其实都没看过的牌子，都是今天才认识的。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记得在下方留言、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